怎么才能吸引他呢？这样啊，来了，你先泡一会儿，先休息一下。这都被发现了，方冷是属雷达的吗？来，帮我按下手臂。真是讨厌，人品一般，毛病不少。怎么感觉比上次更心大了？而且还这么有弹性 ，Q 弹中还有点纵向丝滑的感觉。我们以前常常一起洗澡，毛手毛脚的习惯还是改不掉啊。看来跟这女人还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，藏得真够深的。继续。手劲儿怎么那么小啊？啊！啊！哥，我到了啊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好酷啊。吼什么？请摆下次与你共舞。喂，不是你升级的系统，你当然操控不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上回在机场。难道方冷约的是他？不行，我要帮小鸡争取时间。你好，我叫小布，你不是喜欢机器人吗？我陪你玩会儿。不是你上次为什么突然消失了？有吗？没有吗？不是你先跑的吗？哎，换一首，我给你换首歌。我先跑的吗？再换一首。啊，闷死我了，憋死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明明一直是我，是你让我下去的。真是阴魂不散。你现在虽然一副很讨厌我的样子，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会爱上我，疯狂的爱上我。那么，允许你现在就喜欢我。我觉得你应该看医生。哎，不许走！不是少给一个了解我的机会吗？哎，我起开！哎。你放开！我不是故意的啊，哥，我找你办。你抢啊！哇，肩宽腰窄，身材不错嘛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了。不好意思，继续。冷烈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会喜欢上你这种女人。从今以后，你永远离开我的视线。去！人终有一爱，要么貌美如花，要么赚钱养家。不要等到未来爱上我，回忆往事的时候，曾因拒绝过我而感到悔恨，又会因为凶过我而感到羞愧，后悔去问你，后悔死你。来，回来。雨欣。你好，哎呀，又失败了，这个方冷也太难搞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还有机会，至少说明了方冷约的不是其他女人，只是方烈而已。但是，你不觉得两个大男人？
偷偷摸摸跑到温泉酒店来约会，这感觉有点复杂啊，这情况。说的有道理。我才走多久就把密码给换了？你个臭男人！怎么只把一双拖鞋啊？哎呦，怎么布置的跟个单身公寓似的，一点我的东西都没有。对不起小姐，我们方总虽然单身，但是你想要成为方太太还要更加努力哦。明白了，他假装不认识我，肯定是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跟我一刀两断。哼，臭男人。一会儿再来教训你。方总，今天的发布会啊，整体上还是十分圆满的。虽然中间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小风波，但是细节不影响整体啊。再加上方总您在台上的讲话实在是太精辟了，简直精辟入理啊！我在台下都听得热泪盈眶的。行了。你可以下班了。哼，还藏挺深的，你还挺会藏嘛，臭男人。哎呦，糟了，不能让他发现我。心里关怀有弹性，心里关怀有弹性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